什么？看一下。所以今天我妈妈带我儿子去跟他的一些朋友去玩了，所以我和我老公主要就负责带我女儿今天，然后带她到处逛一逛。哇，这个公园好漂亮呀，好多绿色，可能我在犹他州待久了都不习惯有那么多绿色。我女儿睡着了。爸爸辛苦了，一直抱着她。辛苦。哦，两个小朋友 ，Hello， 我们的儿子很喜欢用剪刀剪剪剪，什么都喜欢剪。哇，这里给我呗，舒服吗，宝贝？嗯，那你再做一个呗。你先做，你不要动了，你先动，你不要动了。还有就是爬的，就是。你的肚子全部都露出来了。有点下雨，然后我的衣服没有帽子，所以我老公很贴心的把他的外套借给我了，秀一下恩爱。但是不会死得快，我们现在过来去逛一下超市，买一点东西。你在远方的想象，春风是今天的风吹向你，下了雨我说所有的酒的城市，曾一直为你看我所有的春天都揉进了一个季节。多少钱？它是无价之宝，再多钱都不卖，哈，宝宝。买四字弟弟的果汁。Yep, I am feeling pretty sore today, especially in the abdominal region. Very sore, but it's a good type of soreness, right? Thanks for watching. Gonna head over to the gym.My headphones.